佛陀所讲的有信心啊，每天至少用一杯水上供下施啊，来改变一切。后面来的人也给他一杯水啊，所以用一杯水念观音菩萨的大悲咒，变成可以消除84000众生病，这个水就变成84000种药，来消除众生的84000种病啊。用一杯水念大悲咒，我们可以开发财富智慧，脱离三恶道，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啊。用一杯水念孔雀明王咒，然后呢，那这个水就能够消除毒病。用一杯水，我们念的观音菩萨甘露咒，那就可以把众生的杀死父母、无间罪业、四众无间罪业都消除，身体变观音菩萨，声音变观音菩萨，心变观音菩萨，然后呢，你的影子或跟人家握手，对方也不会堕落三恶道。用一杯水祈请白财神加持，念白财神心咒，嗡贝玛佐达阿瑞亚藏巴拉悉达亚哄佩，那这杯水洒到哪里，那个地方就肥沃啊，发财啊，没有纷争啊。所以我想佛法真好，可以把黑暗的人生转为光明的啊，可以把一杯简单的水变成黄金甘露啊，这个叫佛法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学佛了，我们的生命呢也变成光明的了啊，丰富的了。所以我们对世间呢就不会像以前这么执着了啊。我们之所以去执着世间，就是没有安全感了。那是一个修行的人，念佛的人，他生死都解决了，他认为他的生死哦可以去极乐世界，可以消业障，所以对他来讲，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好痛苦，因为他关心的是什么？念下来，生死大事啊，关心的是这个，其他的都是小 case 啊，他关心的是众生，而不是自己。哎，那个前面不要走了。大家啊，哎，机会教育哦，有法师啦、啊、佛法啦、啊，这一条都是佛菩萨在走的，你不能晃来晃去。所以为什么中间会铺地毯啊？所以刚刚那个叫新同学，机会教育。那、啊、有摄影机的时候，那我们也尽量不要走。后面没关系啊。那这个佛教叫不犯威仪啊，这个威仪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地方什么场地啊。就像各位你去大雄宝殿看到一个蒲团，很多人嘣一跪下去拜，旁边的人就说菜椒啊，他不懂，那个是大和尚在拜的，女生不会拜，往往男人呼呼呼进来就拜下去，我是老大啊，还有那个心态啊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有观察力啊。佛教最重要的是智慧，就观察，观察自己，观察环境，观察众生，这就是佛法的特点。你没有观察力不可能有智慧，你没有观察力也不叫聪明啊。所以佛教这个观察叫禅啊，他会把很多事情分析得很清楚啊，从最源头到现在到未来，每一个阶段都圆圆满满啊，这个叫因缘果报啊。所以你在每一个动作都要很细心。好，水拿到没有？请把水拿起来，给我念一个偈语，请翻到第15页。第15页，好。然后呢，第15页供水偈。水可以供养，火可以供养，食物可以供养，任何东西都可以供养，但是最重要是用什么供养。你想用心供养，各位把你的心给我好吗？好，女人说我把心给你了。那个是执着呢，
我们是把心供养诸佛菩萨，把心供养众生呢、啊，那你就没痛苦，有什么好痛苦？因为你的心已经一心念佛供养阿弥陀佛了嘛，啊，所以如果你还会痛苦，代表你没有供养阿弥陀佛，你供养你老公而已，所以会很痛苦哦。啊，好，所以念一下十五页中间这个水。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变成极乐世界八功德水，泼水节是最重要的，变成八功德水去泼呢，才有功德。然后呢，又把这个水供养十方法界，那浊诸恶业，所以他们的不好的都消除掉，我们身上的恶业消除掉，六道包括我们都得到的消业障，清凉了，恶鬼道、地狱道就离苦了。水重不重要？重啊！所以我们一起念来：水有八德。供养十方佛，浊诸恶业，六道清凉。好，往空中喷一下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你要谢谢隔壁啊，啊，谢谢你哦，啊，我消业障啊。所以各位呢，天气越热，你要这样，然后要把这个功德马上布施出去。来，第十五页下面。一起念下来，此施诸善根，愿彼利恶鬼，离恶鬼劣身，获善趣安乐。嗡啊吽，念第二遍，念地狱道来。此施诸善根，愿彼利地狱，离地狱劣身，获善趣安乐。嗡啊吽。第三遍，这边是养鸡的地方。哦，刚刚他们跟我说，新加坡每天杀的鸡大概150,000只，每天杀的猪1,000只，啊，那这个世界合起来那就没办法算了啊。那我们希望这些动物道，所以我们现在念愿彼利动物，好不好？他们脱离了身体的痛苦啦、啊，升天啦、啊，往生净土。所以第三遍来，此施诸善根，愿彼利动物，离动物劣身，获善趣安乐。嗡啊吽。第三遍，我们为海鲜水产念一下，好不好啊？就念一下鱼虾啊。因为昨天放生，前天放生，等一下还要放生，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啊？清明报恩节啊！啊，所有华人祖先，所有往生的人类，不分种族宗教，都是我们的责任、慈悲。所以每天你用一杯水，所以各位，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不是庙要盖多大，是你有一颗慈悲心。有一颗慈悲心，一杯水就不得了了。啊，所以念下来。此施诸善根，愿彼利鱼虾，离鱼虾劣身，获善趣安乐。嗡啊吽。好，功课来了，叫三昧耶戒。什么叫三昧耶戒？我现在告诉你会了，你每天都要做一次，不然你犯戒。这个就是金刚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懂了，你不能说我管你的，对不对？就像你楼下有个老人，他什么他不跟你要什么，他就跟你要一杯水，我不给你，这样，那你太不慈悲了。那你离开了慈悲心，你就破了菩萨戒，不应该吗？啊！所以各位，你们新加坡房子住这么高，轰啊轰哇，那个啊多远啊！啊！所以你每天都要这么做，而且最好你在窗户门口要摆4个法器。敲一下木鱼，鱼超度了，啊！敲一下钟，地狱打开了，啊！敲一下鼓，哎，反应慢，呵呵啊！念一下动物离苦，所以你要在你窗户门口摆4种法器，敲一下引磬，念一下来，人类断烦恼。发菩提，所以敲引磬利益3种众生：人类、天道、阿修罗道。你一敲，他就那个时候不生气。
所以各位，你一千人法会，五千法一呛，大家都会注意了，是不是要拜佛了？这就法器很厉害啊！啊，你入定几千年，有人跟你呛，你就会醒过来。所以玄奘法师从印度回来，哦，看到有一位大法师在那边打坐入定几十年了，他就给他呛，他就醒过来了。那个就是后来来投胎做玄奘法师的传承弟子，叫窥基大师。啊，他跟他讲说，你这样入定对社会没帮助，要么你就跟我弘法，要么你赶快趁愿再来利益众生，这样来找我。啊，所以呢，那一位印度人，然后就转到中国来，就是窥基大师。所以这个引磬可以让三善道众生发菩提心。啊，所以以后你老公在打麻将呢，你就负责锵。他们打完算了，不要打了，我们去助念吧，不要贪心了。所以这个叫法器，你不用嘴巴啊。所以再背一下，敲木鱼，海鲜水产超度，敲鼓，动物超度，敲饮水板。今天我们九号法会办完，要饮水板送给老板。为什么？锵锵锵锵，鸡鸭超度，没法多嘛，啊，没办法嘛。我们为什么要来？那边有鸡栏，大概是吧，啊，然后呢，虽然没办法啦，所以就给他敲敲敲敲敲。所以每天我们都会敲，出家人一定要敲。你们不知道，出家人知道。一要吃饭，一定要敲云水板。敲云水板，再背一次来：鸟群升天，恶鬼离苦。所以我们敲完云水板，我们出家人就会布施米，就这样个撒出去啊。那缅甸人会把剩下的饭菜放到外面啊，给鬼道吃，又给流浪狗、给鸟吃了啊。所以这个很慈悲哦，这个是不分在家出家都要备好的法器。所以以后你要去佛教屋买四个小小的，啊，洒洒水，锵锵空空空，哇，你儿子也会来敲啊，因为你要跟他讲，你敲这个，他就超度；你敲那个，那个就超度，慈不慈悲啊？慈悲，太慈悲了啊！不分宗教，不分种族，法器是超过语言文字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放很多法器叫人家敲，小朋友在那边敲，我们都替他高兴。因为那个法器已经加持过了，你有心无心，你一敲它就超度啊。所以这四样法器各位一定要会背啊，请看十四页啊，我们再背一次以后，各位啊，你家就是大道场啊，对不对啊？会敲会打沙沙米沙沙水，又点个烟供香，然后没事就在楼上在挥，楼下在看那边有人要跳楼吗啊，哇，超度，你看我得解脱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慈悲，因为这部分在家出家，你有心，你有相信信心，你有悲心，那你就在慈悲，一杯水，几颗米，点个香，敲一些声音，利益众生，这样快不快乐？快乐啊！啊，老公没回来，不用了，没关系了，我在敲了，你不用回来，我已经找到爱的了。那种没有痛苦的爱，我等你等得要死，那叫痛苦的爱啊！所以各位要不断的去慈悲啊。那个时候你的私心呢、啊、欲望不见了，你那时候自然超越，你不用解决问题。佛教讲了，光明一来，黑暗就消除；慈悲一来，烦恼就没有。简不简单？简单啊！但是你要去做，你要天天做。因为你做一次做两次力量不够，天天做天天做，早晚做，敲到隔壁跑来，你在冲下，你要讲听闻得解脱，你解释给他听，搞不好他也会跑来敲啊、因为你解释给他，我敲这个不是吵你，真的很慈悲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想一栋大楼要有一个人学佛，这栋大楼有福报啊，所以大乘佛教是属于少数人对大数人啊负责的，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。所以学佛的人会不会无聊？不会啊，没有时间无聊，敲不完啊，念不完啊，做不完啊，这个叫大转法轮。因为这个世界的
众生的不断的在受苦，不断的在随时有人在生病，所以你随时要念药师咒啊，做药师咽供。随时有动物在被杀，所以你要敲法器或布施水或为他们念佛啊。那现在要发给各位一条咒啊，这条咒你要带在身上，只要你活着，这一条咒就有功德啊。你只要带在身上，这个咒里面有六个咒语在里面啊，发一下。你现在发，因为等一下人多不够，还不够。哪一条？哪两条？等一下走不回家哦，因为后面啊，这里面有什么咒？念下来，六咒，六字大明咒。Om Mani Padme Hum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你只要身上带着六字大明咒，你呼吸都在利益众生。第二个咒来，文武百尊心咒。总共100尊的佛菩萨在你身上啊，嗡阿布里吉拉玛斯卡加拿大多拉吽噜噜噜吽就吽，可以帮助六道离苦。再来六道金刚咒，念一下哈阿夏萨玛哈啊，这个哈阿夏萨玛哈你念出去，六道众生超度。你拿一把沙水，你要念这个；一把米，你要念，一撒出去，六道众生离苦，六道金刚咒。再来念一下莲师心咒，嗡阿吽，班扎古鲁，贝玛西德吽，末法时代第一加持莲花生大师，啊，莲花生大师代表三世诸佛力量总集，啊，所以各位你念莲师心咒啊，不可思议。还有一个咒，念一下水解脱咒，所以你洗澡一定要带着，记得带着。因为你只要这个水洗过澡，这个水只要滴到任何地方，那个众生叫水透过水而成佛，这个水可以让他消罪成佛。所以我们经常把这个咒丢到河里面，丢到大海里面，叫水解脱咒啊。所以这个咒我跟我念一次来，有一点长。嗡夏沙哈贝亚达卡阿摩嘎桑布勒的啊。所以这里面有五个咒语，重不重要？现在的科技啊，真好啊，可以把这些功德带在我们身上。然后各位以后啊 ，Rolex 不重要，这个才重要啊。所以，但是对我来讲，两个都重要。Rolex 可以拿来放生，荡一荡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水解脱咒可以利益众生啊。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，让它带在你身上，好不好？都拿到了没有？没有的举手。没有的忏悔就好了。业障重，人家有那也不呢。哎，时间有先后，以后学佛要这样。他说：“我怎么没有？你不懂因果。我怎么嫁不出去？你不懂因果。”一切都有因缘果报，不要怪别人啊。所以等一下大概会发到吧。还有吗？哎呦，真的没有呢。啊，拿出去了，没有吗？在哪里？没有啊。赶快哦，等一下，后面赶快拿过来。Hello。不然翻脸哦，凡夫呢？翻脸就说我是凡夫了，我不要多了。